人家是来台湾哭你哭你啊，主人今天被怒火死了吧？哎呀，我是被哪个人来羞辱的？哪个人啊？你看别人阿伟，上上几只脚啊？我给你一笔款，现在要收哪里的掉？要收哪？老草是真好草，你们离开是无一样办法，除非我给你飞点领导，我是想要转身离开。想要跟你有少年事吗？来算古姓我的条件的。万岁，凡你古姓之名，名唤郡有姓。你不知道我是什么地位？你不知道我乃属于三千岁的地位啊！三千岁郡有姓，郡有姓，天下谁要问得起？我敢问你一片小气啊！如今我你当一命一顺，就听我对我的情。我就帮你洗咯，天上洗。那我条件真简单，我就是爱你个优势，娶我为妻。对，很好呀。两个为要太平，不用大家多起干苦，安尼爱情只了答应伊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就无了吼。这个故乡地势了，我再有一间有生上人咯，万一你是有婚姻之事，哪里会再娶郡主呢？好，你别讲。你跟我讲什么人？我一讲马上就好死。白相，到这来为过咱三人的性命，不留后事，你的婚姻我也不接受啊！我要什么给你？什么叫做伊的婚姻？我也接受。你是什么身份？我啊，我是夜叉婆。哦，我哪是参谋官？希望你平安无事，休息。